我们还有第三轮，叫做变速舞蹈。变速舞蹈，我们有一个编舞师先教大家动作，然后一会儿呢，音乐播放的时候会调快和调慢，然后大家要根据节奏来把刚刚学到舞蹈跳出来。啊，他到了我的强项了。嗯，来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就直接来吧，来吧。是唯一要一起吗？还怎么样？对，一起啊，一起啊。好，那就方便了，请往前。可以。嗯，谁年龄最小谁在前头，对不对？谁年龄最小？行。哇，就这么自然的 C 位就出来了。哇。男团出道，我们这男团的名字是什么？好好想想。这个叫慢，你看 M 都出来了 ，M Man Boys， Man Boys， Man Boys 男团今天正式出道，哇，这是你们首次登台表演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哎，现场准备，我的天哪，三。哈哈哈，二一。解散。但没有，这就是最快了吗？啊，哇，这就是最快了吗？队长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藐视。队长，我们真的，你就不用说我们了，你就让一博出来啊，再给我加一倍。队长，大家发现刚刚整个的变速舞蹈当中缺少了一种感觉，就是慢速。慢速。来上道具，解压板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么玩？好笑，顶不顺啊，大佬。哇，有点疼呢。还好 ，Crump 不要太大移动哎。确实是。来，艺兴，第一个为我们大家表演他现在最擅长的舞种 ，Crump。谁说的？啊啊！一星，谁说的？一星，给看看，就你个。哎，把帽子给我，把帽子给我，我的帽子。哇，真来了！用力，找用力踩，力气不够。
脚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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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动动动脚步脚步脚步。我刚刚觉得脚步动作差一点，对，差一点，不够清爽，哎，很疼哎，这个地方。这就是一个好的舞者对于形体的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太知道生命诚可贵，你知道？呀，呀，哈哈哈哈！好 ，Man Boys， 来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挑战。来，这个，这是我的 style 歌。这是我的 style 歌，你的裤子没有顺好，我帮你顺好裤子啊。这是我的风格，这个裤子顺没有？对，顺好啊。不是哥，你觉得他穿袜子合适吗？这一身搭配袜子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他袜子特别不搭配，好像光着脚啊，不是很搭配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的队形来，来吧啊。来，三二一，音乐。哇，哎呀妈呀，神清气爽啊。队长还没跳呢。对，队长 solo。 哥把鞋脱了。哎呀，哎呀哥，这些对我来说都太轻松了，其实真的。对，哎，地板动作怎么样？Let's go。记住了，这个在台上我们的舞蹈表演也很重要，你的感受要释放出来。其实像有一些节奏，就是加了一些外力，你就会特别好练。Crom 很适合练 Crom 那个。好的，那么变速舞蹈挑战有一位胜出者，他的表现以及他的卡点是最准的一位，让我们恭喜王嘉尔。哇，因为你在前面没得看，音乐停一下。不用这么浮夸，不用这么浮夸，不用这么浮夸，就低调一下就。